记不记得9年前超级星光大道冠军歌手赖明伟？后来他和战友黄美珍组成神木一统出道，还发行了2张专辑，但之后就解散了。赖明伟消失在荧光幕上，他接下妈妈宫庙公主的位置。但去年一场大火烧毁宫庙，也带走了舅舅性命。妈妈受不了打击，陷入情绪低潮。之后爸爸生病，时常进出加护病房。赖明伟如何走过疲于奔命的这段历程？ 命运之神又带来什么样的转机？ 弹的电吉他，还请来8家将助阵，摇滚音乐结合阵头文化，创新的表演让赖明伟在选秀节目里一举夺下冠军。其实我接触阵头的时间比接触音乐更早，小时候在4、5岁开始，就是跟着爸妈，然后参加一些庙会的活动。 站在那个小货车上面，然后垫着椅子在那边打大鼓。因为从小在爸爸开的公庙长大，赖明伟只要有庙会活动就会帮忙打鼓，也培养他对音乐的兴趣。音乐有兴趣的时候是在他国中的时候，我在弹吉他，他对吉他有兴趣。 所以那时候他说啊，爸爸，我想学吉他，那我就把基本的就跟他讲。这个在阵头中长大的孩子开始为吉他深深着迷，高中时常常可以在校园里看到他弹吉他的身影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跟我一个同学，啊，他有一天就说，哎，走，我们去应征那个民歌餐厅的歌手，这样，然后就陪我同学去应征，然后结果后来我也去试唱，然后结果2个都录取。 骑的摩托车，哪里有餐厅可以唱就去唱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刚好找到一个平台，能够发泄我那个非常旺盛的表演欲，却也因此荒废学业。大学联考成绩出来，赖明伟上不了理想的学校，他决心重考。为了1年10几万的补习费，他一天做了3份工作。我上完了大夜班啦、我下班之后去送羊奶，啊，然后白天从12点半。 12点半开始唱民歌餐厅的驻唱，然后唱到晚上，那晚上11点多再去上班上班，这样的生活过了半年。后来半年之后身体受不了，所以说干脆专心来做驻唱。1个小时300，可是。 我们就是看场的嘛，就比如说我一场是1个小时，那我一天如果有7场，那我一天就有2000多块。餐厅驻唱一唱就是7年，也让他认识了好妈吉萧敬腾。他唱我上1场，然后他下班之后还留下来听我唱，然后唱他跑上来玩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大家的那个感情啊交情都很好。我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。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去报那个超级星光大道。我说他要去报，然后我要去报。然后我说哦，好，帮我考虑一下。然后后来他好像是报了第2届的报名，但是那时候要找 PK， 然后 PK 的人不多，所以从第2届的报名名单里面找人去 PK。 然后 PK 3次之后，他就出道了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pure 的人，就是很纯真，然后他也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然后想要去完成什么样的梦想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。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，每个人人生不一样，一直只要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生的色彩，然后彼此互相鼓励。 在萧敬腾之后，赖明伟也站上超级星光大道的舞台。除了比赛的庞大压力，他还得面对种种抹黑的谣言。因为那时候比赛有讨论版嘛，他说赖明伟哦，他有烟毒前科，他说他吸毒，以前跟我关同房。然后第2个就说我有伪造文书前科。后来第4个就他就讲说，他说赖明伟这个家伙从以前就不是好东西，他8家将的小孩都不是小好东西。2012年我去当兵，那也因为当兵洗刷我的罪名。 就就说我有前科嘛，我是宪兵哎，怎么会有前科呢？面对网络上的霸凌，赖明伟选择忍气吞声。他靠着歌唱实力一路过关斩将，获得冠军。之后跟战友黄美珍、祖神木一同出道。 其实我是因为比赛的时候才认识他，那段时间他又没有收入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说，哎，还是干脆我们一起表演，对，就带着他，然后到我住上的地方，我们就弄一个双人组这样。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默契，然后一直到比完赛，然后我们当时唱片公司才说，哎，对，我说既然你们两个默契这么好。 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比赛关系，桃子姐开玩笑，就说：“我们两个炒绯闻。”她说：“啊，来弄个团体好了。”专辑一推出就获得好评，连续3周登上销售排行榜冠军，还入围金曲奖最佳组合。 但大家关心的是，两人从比赛到出道绯闻不断，到底两个有没有？从来没有啊，不然他怎么会嫁给别人？对，其实没有啦，其实没有，就是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。然后就是因为桃子姐当时的那个就是这样子亏了，然后亏久了，然后每次都被嫌。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就很像是，我们两个在合作上面比较像哥们，对，就彼此对彼此都没有电，就是哥们。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在问我们神木一统这个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？我们说，哎，你们是不和啊，打架啊，扯头发啊，没有啊，只回到其他我们也没有继续续约。3年后，黄美珍约满换东家，赖明伟也要去当兵，神木与同各自分飞。我就是，你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，最常遇到的人就是，哎，好久没看到你，你现在还在继续唱歌吗？我说，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发下一场？然后我每一次的回答都是说，哦，筹备中。 在筹备打造，预计明年什么之类的。可是每次都讲就过了几年，所以什么时候会有下一张我不知道。不仅工作没着落，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。刚说到星光歌手赖明伟，虽然夺下冠军，也和黄美珍组了神木与同出道，但就在出了2张专辑之后解散。面对大家的探寻目光。 赖明伟只好故作坚强，但内心却是一片茫然。这个时候，他接下家族公庙，从歌手化身为公主，但接连面对了火警跟亲人过世的打击。赖明伟如何走过一场神秘的梦境，又为他带来什么改变？就是2016年这一年是我的灾难年。 那同时，因为家里面就是庙这个地方受到火灾，9号凌晨4点多，桃园大溪瑞德街这间公庙突然传出火警，铁皮天花板被烧得焦黑，整栋建筑物几乎全毁。公庙负责人就是星光帮艺人赖明伟。我是非常笃信他们的存在，笃信他们的保佑。可是突然一夕之间，就是一把火烧掉全部。 你从小到大看习惯，甚至他们已经存在很久的东西，所以一夕之间，这个信念好像就被击溃，这种感觉。这场火还夺走他舅舅的性命。那个警消人员才到，从他的房间把他抬出来，就已经知道说不行了，就是直接救护车送到这个蜀立桃园医院的太平间。我妈妈也在现场，她看到自己的哥哥从火场这样抬出来，而且不行了。 所以打击太大，他当场昏倒。但厄运还没结束，之后爸爸因为肺气肿并发糖尿病，多次进出加护病房；妈妈也因为失去亲人，陷入情绪忧郁。我母亲是过度压抑，那再加上她不能够接受亲人离异的这个状况，然后引起太大的反弹，在5楼的阳台要晒衣服，她一直往着那个楼下看这样，然后看很久很久，然后后来我就去摇她，她说。 都好险没有摇我，然后我刚刚一直想要跳下去，就是已经到了情绪非常紧绷，而且没有出口。坏事接踵而来，让赖明伟疲于奔命，他的身体也出状况了。所以那一听到那警笛声，就是你好像又回到3月9号当天这样，然后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，心跳加快，然后就是情绪也不太能够平复啊，而且严重影响到睡眠，所以我将近去年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睡。但有一天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我做这个梦，梦到一个年轻人在跟我聊天，就像我们坐在这边一张桌子，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他说你不用担心啦，他说哦，我们的贵人在远方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就比着我，他就逼着我说你这样子，啊，好，这样子比，好。 后来我的解读是，他说我跟广泽宫这两件事情会同时逆转乾坤。第一天做梦可能只是凑巧，但若是连续3天都做同一个梦呢？去年的9月份，啊，我现在的公司来找我签约，说要帮我发唱片，然后做台语专辑，然后就是相关的事情他们都安排好。然后12月3号这边落成，12月29号发片，就几乎是同时。 坎坷冷暖，只有自己感受最深。沉寂6年半，在出发的首张个人台语专辑也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。我爸那天其实本来是要陪我走星光大道的，虽然最后是我自己走啊，不过那天是我爸跟我妈妈哦，他们有一起到现场去哦观礼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当下虽然没有拿到奖，就是有入围啊，那我觉得其实也已经很开心的了。入围是对他对我们。 对我们是安慰，对他是很好的鼓励。可是我也知道他不会中啊，他后面进步的空间很大。如今事业重上轨道，33岁的赖明伟，感情世界是否有一人相伴？感情生活其实我反倒是，我觉得顺其自然。我们家比较特别，我们家是个大家庭，对，然后我们还有我们信仰中心要服务啊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要当我太太会很辛苦。 要能够融入我的生活，然后可能融入我的家庭，所以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随缘。歌手生涯历经沉浮，赖明伟越挫越勇。接下来，他想要帮庙会写音乐剧，将正统文化发扬光大。